教托。那他都有叫他作证，他都不爽了。哦，请他作证不爽就对了啦。你说你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对了啦。对了，他就是为了之前广告的问题。他有跟我讲，他伊就讲伊这条伊讲袂爽啊嘞。哦。这因为这让他打我。啊，所以一开始先跟你冤家，啊冤家了就五六个就跟你拍。伊就一出来就无讲话，也无安怎开始就拍。哦怕你的人敢知道是谁？我知道是 他们店里的人啊，店里的人跟代表啦。你的手也受伤哦。你刚刚讲，伊是新闻是代表，你刚刚就惊的未？对啊。会安那？我知道他是代表的副主席啊。哦。所以你很怕他跟继续跟你报复，还是安那？对。你敢敢来上班？我基本上休困啊，啊，无法度上班啊。哦，要保重啊！啊，我要翕一下你的相。海产店，那个时候刚好生意很好，啊他这个就是隔壁的那个他的蚵仔煎是什么？阿道的蚵仔煎，好、他们的三轮车，好、20多台，他的三轮车直接大概3点多钟。直接跑进来我的店里要打客人，然后打客人的时候，我就站起来把他，把他拉开，叫他出去。我说有什么事情哦，到外面讲哦。啊，他就不要的时候在外面骂我。我说好，你如果要怎样的时候去里面的店里啊，我就从他的店跟我的店是连接的，我就从我的店后面，我就跟他在他的那个民生路外面，好、我们两个人就互殴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打起来了，就空手这样子，就这样。啊，为什么？哦，对，他后来他就跑车，把身高被骗了，他可能店家就不爽。